星孟美岐于2021年卷入小三风波，导致她形象遭到重挫。日前她登上综艺节目，与女星安琪同台演出，张力满满的舞蹈牵动全场观众的心。然而在表演途中，两人吊着钢丝升上 4.3 公尺的高空时，孟美岐却一失手坠落。身为评审的 Ella 瞬间吓得抱头尖叫，孟美岐空中坠落的话题也登上微博热搜。不过事实上，这段演出其实是设计桥段，孟美岐为了制造紧张感而没有使用钢丝保护，冒险直接从空中坠落，卖命演出掀起热议。网友们纷纷惊呼，4米多高的地方坠下竟然没有采用任何安全措施，孟美岐真的是舞台疯子啊。然而也有人认为微博热搜的关键字是节目组搞的噱头，因此纷纷批评节目组滥用了孟美岐对舞台的热爱。Bye.